对，人家啥的话，还得给你考虑一下。要是190的话，啊、我就看不着楼，两个楼能对着一块。对，他说说190不行，太短。对，160太短。对。170、180，对，长了也不行。对。那就这个四啊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 G45的，对，就四。你疯了 ！G45，对。你今天大概要，我现在订了20只的 T38，不 T45 190，你跟龙工说一下，20个。他原来是160，说太短了，改成190，多重就称一下重量，它不要空运。